都够了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五六七八，完全够了啊，完全够了。接下来我将会以阿团，有人已经有枪了。谁有枪了？把枪丢了。刚刚朝上刷了三个空投，然后有人已经捡了枪了，在车上。把枪丢掉，都把枪丢掉啊！不然我要打你们，把你们杀掉，连杀带捕喽！就没不要浪费自己的机会哦，好吗？把枪都丢掉哦。等一下，我跟你们说，我等一下，当我把信号枪打响的时候，就是大家起跑的时候哈。然后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的机会，不要浪费了这个机会哈，大家上来都不容易哈，然后不要开枪好吗？我们到岛上来再一决雌雄 ，OK？ 现在所有人准备上车，所有的人上车。然后，哎，等一下，别动啊，别动！这个人再动，我下车马上把你毙掉。我打信号枪的时候就是开始的时候，好吧？我等一下打信号枪的时候就是开始的时候哈。预备，走 ，Go， 走啊！冲！冲啊，兄弟们！我们是第一个。兄弟们，不着急，慢点，稳点看，稳点看就行。啊！我们到这个点去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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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冲冲冲！你不凶管不住他们的，他们老那个了。谢谢我鱼之味，谢谢我红枫，谢谢我憨憨苏一晨，谢谢我黑衣图。BGM 走起，好吧。等一下要打架的，我今天可不是解说呀，兄弟们。骑摩托必备。我觉得这个不错啊。到了，兄弟们。听一下吧，大家应该很无聊吧，放点歌曲听一下吧。来啊，来来来，哎，别拍照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我老稳了，老司机。我觉得就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就已经可以宣告，就是。冠军锁定了呀，那不一定啊，我们就是吗，等一下我们直接到地方之后拿枪开船，就直接在上面做汉匪。对，最好我们等一下是直接去这个上面有一个楼，这个楼很好，这个楼、等一下我们是在开船之后才可以开枪，还是拿了枪之后就可以开了？你开船的时候你哪来的枪啊？他们车上有人有枪啊。哦，对对对对对对，你要上岸了拿了空投才可以开枪啊。因为等一下我们那边只有15艘船，只有25队人，对，一上来就要淘汰10队，你是不是有点绕大弯了呀？没有吧，没有吧，我们家就 OK， 我把音乐关了吧。哎，挺嗨的呀，继续啊。算了，差不多要到了，要到站了，要到站了。我这个地方，我都跟着点头了。然后我们等一下直接拿了武器，我们就上这个楼，好吧？这个雷，嗯，最好是上那个楼顶，楼顶很棒。可以啊。但是楼顶要、飞机，我的天、这个飞机就算了吧。开船吧，这个油缸。你觉得他们有人会开飞机、你觉得呢？开就开呗，他们没有油啊。这飞机应该是有油的吧，自定义里的飞机、飞机自带油，飞机自带油，哦，自带油，它自定义里的可能会带，但我就看见了一个飞机在飞。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等一下还要打一下，看一下我们旁边有没有竞争者，好像没有。是前面吧，是前面，有就前面这个小坡，对对对对对。OK OK，
直接扎到水里面去，直接扎到水里面去上船。我看到了，非常的壮观。我们一人一艘船还是怎么说？不不，就一艘，就是一艘，就一艘，我们就开一艘，一艘一艘一艘。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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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快快快快哇，后面很快很快很快来了！是的，他们很快。是的。啊，其实也没差多少。被吓倒了，可太难受了。嗯，差不了多少的。对啊。大家追的都很紧的。第一个上，我们要走，我们走后侧方，我们走后侧方上岸吧，这边。我们从哪上？你给我标航线。我觉得这里也可以上吧，就从这里上吧。我们第一个从这边上可以的。哎，可以可以可以，我标了。然后我们上了之后，上中间的这个楼吧。Go go go！ 好的。中间那个楼，就一二间那楼是吧 ？OK。嗯。我们是拿在空投里面。我们是在空投里拿东西。好多空投。只有空投这里就有空投，直接把这个空投。别上岸，先上岸，先上岸，先上岸。别信我。先上岸，先上岸，千万不要在河里面捡。这个只是这个只是一倍空投，那个是三倍空投，你懂不懂 ？OK OK OK。走。哎呀，这个船开，直接上楼顶吗？直接上楼顶吗？先捡东西，先找空投吗？先找空投。嗯，走。哇，里面不啥东西啊？你不会吧？你们不会还在房子里面收东西吧？没，我出来了。走了一圈房子，当然是在外面捡啊！空投在外面。这人啥意思？锤他！先捡枪。Nice， 我跟着他。给我留一把！哎呦我的妈，这火药好快呀！你去再下一个。捡了。没，捡了30发。我感觉我要死了，这里怎么上去？我这留着点。我要躲起来。要吗，小果？你要吗，小果？有一个医疗箱。给我，你自己先拿吧。来，我给你一个医疗箱，OK。给你一个医疗箱。哎，你们可以来我们顶上，好多物资。哪里？你看我位置。我来找你了。上去了。来我这个地方，我这地方太多物资了。我是的，我在你们旁边。嗯。好富，这边无敌。只要守住左边右边两个楼梯就可以了。来这边，这边太棒了，这个地方太棒了。哪儿呢？我楼顶吗？看标啊，宝贝啊。来了，打上啊！你不来过机场吗？走楼梯啊！不是，哦，外面是吧？哇！是真的汗，小果。那找他怎么上去的？哪儿呢？我们只要卡住这两个楼梯，然后防止别人上那个高架就行了。AWM 子弹吗？可以给分点 AWM 子弹吗？我就没子弹。可以。没有 AWM。我有 AWM， 但是没子弹。我给你分点。聊在你后面。丢了，但还有没枪了呢。OK， 完美。还有刚来的。那以身犯险去海边捡空投，为了一把枪。还有很多人呢，他们可能会想尽各种方法上岸，但是毒马上就那个啥了，应该他们没什么机会了，我感觉。那飞机应该是没有油，要不他怎么到现在还没开呢？没有，不会有人领着的。现在都很需要不要七六二？我有好多七六二可以给你们分。来扶我，来扶我一下，扶一下。没有，哎呦，没有，可以扶吗？可以扶吗？过来点，后退点，能扶。OK。小心点，他们都在这个边边角角里面。嗯。是的，那些机翼的那些尾屁股里面都会有人的。嗯。60多个呢。没有，还有一部分是没有那个的。他不是已经在吃毒了，是这意思吗？他们自动回血吗？不会。
不会，这都不是那个模式了。我要回忆小口。加油加油！我们叫加油。他那个，我跟你说，那个草里面可容易阴人了，他们可能都在那个岸边阴着呢。哎，倒一个。好厉害！有巨矿吗？有巨矿吗？不要不要，我可以给你。来，给给给，对。巨快矿。行，可以可以。说来也可以，你没有瓶酒的。二百就没有了，十五倍镜你们不要吗？嗯。十五倍镜怎么有人吗？马上决赛圈了，你还要十五倍镜？这岛上还32个人没死呢。咱都没枪，毒死一大票，毒死一大票，剩几个就是几个了。哦，安全区外没有没有没有，安全区外应该没什么人了。他们是没有船的。现在基本上毒死之后，现在基本上接了，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岛上的了。我不跟你不吹不黑。我还有一颗 C 四呢，兄弟们。是的，是的。我还有一颗 C 四呢。哇，这么好。我打你有伤害吗？呀，我开了。那也没伤害。有船还在动，这船还有人想过来，还有人想过来。他们现在都在边边角角阴着呢，估计。来这边看看。没事没事，我们守在这里就很好打。嗯。我们是第一个对到打的，我们肯定好打呀。空投后面，空335空投后面。看到他了，看到他。左边还有一个，左边，在40方向。40是左边吗？又多死了俩。我感觉小伙不分左右哎，小伙刚刚上说左边上船你就跑右边了，四十不是右边，左边还有一个，总共有两个。啊！哎，一人一枪，完美。他直接嗝屁了吗？他倒了吧？是的，嗝屁了，他死了，死了。现在这个岛上，如果谁先动手，谁就是万众瞩目。我只能说，哇，这下面打得好激烈，众矢之的，哇，这下面好激烈。看不到，感觉就在空洞后面，很近。下面下面在下面。听一下，听一下，我俩听一下 C 四。哇 ！OK， 我也有个 C 四啊。这个楼，这个卫星楼里面有个人，卫星楼楼梯那里有个人。OK， 炸死他，炸了他，炸了他，把他逼在里面，炸了炸了炸了。哦，他马上要出来了，他马上要出来了。他出来又回去了。他马上要死，他马上要死！一丝他一丝啊，一丝血！他被炸死了！这是不是没扔多远呀、啊？这怎么没把他炸死啊？哎，炸死了！哎，我击倒一个，击倒了。可以。敌了。击倒了两个，又有十四，又有十四，又有十四。谁在人谁射？哪里？我另一边，另一边，300那边有十四。哎，有人打我们！哎呦，那个。下面，下面，下面，下面。那个缝那个地方，那个缝那里，哦哦哦，右边也有人打我们。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人。哎，他倒了。来我们脚下面应该没有人了，都在那边了，脚下就那一丢丢了。还有五个。没事，我四四在留着，我就留着。OK， 救起来了，救起来了！哎，他又倒了，又是我们没在圈了吗？没在圈了，又往后啊！我们脚下是有一个，没事，我们算是圈。脚下应该还有一个，哎，下一个圈不是？我们下一个圈又没在了，我还有个 C 四啊！我们跟他们打拳怎么样？不打。好。我这有把自己丢下来了，等一下。哎呀！哎呀，好蠢呐、啊，这个枪！小心啊，有个 C 四，往我脸上掉下来。下来二楼有一个，二楼一个，二楼一个，团战。哇，没了！他们都在我们下面，就在我们楼下。有楼下有脸上，脚下有一个，你脚下有一个，脚下有一个，正脚下，正脚下。哇！哇可以啊！
我累死，吃鸡了，这都能吃鸡？我以为你必死了。哎、我可以、啊，我天哪，天降神长，天降哇帅，这可以啊、哦。我们上岸还是上的好早哈。是的，主要是前面开车开的顺，我们速度快。上到后面就好亏了。然后这个点也可以，这个点也好，这个楼的这个点也好。对的。跟差点把我们灭队了，是吧？他是一个人救了我们好多。对，我跳下去之后直接被他打屁股了。他在二楼，他在二楼。还有一个一楼的，也有一个一楼的。谢谢我七皇的超火，谢谢七皇。我没杀什么人，我不敢露。可以可以，很关键。嗨，我杀了四个。可以了可以了，我才杀三个。